What's up 大家，我是口闷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开箱一个我在日本新买的模型，就是这个，是在秋叶原买的哦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箱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记得点赞并且分享，还有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然后如果你想要我拍什么类型的影片的话，也是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所以我才会知道。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开启隔壁的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